在拉凯亚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钱串子。一口价$100，全款，带路吧。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！我现在就想一心赚钱，我想享受人生哦。苏翻译的时间这么贵，我可消受不起。以后我的事情也不需要顾医生操心。一个为了钱无情抛弃，一个想榨干最后的劳动力。苏翻译和乔吧，赶紧去陪。只要一遇见他，亲则赔钱，重则伤势。那么大一个极品帅哥摆在你眼前，你却要白白放他溜走。他跟我说，他想永远跟我在一起，但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承担这份承诺。这是个让人很绝望的病。顾云珍现在能接受，那以后呢？再绝望的情况，也有人绝不放弃。你的生命对于爱你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有的时候有点凶。我看你对医学和生命毫无敬畏之心，私底下又像个小朋友一样。我还有更幼稚更无赖的。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，想要和你在一起的。